自己脚上心爱的鞋子给弄湿弄脏，所以日本的女生会随身携带这种可以折叠超柔软的防水靴，它可以直接套在原本穿的鞋子外面，不管是高跟鞋还是平底鞋都适用。这双防水靴的材质跟潜水衣一样，防水效果一级棒。如果进到室内，只要脱下来折一折，放进塑胶袋里，就能够塞进包包，一点也不占空间。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，就是雨伞上的水会把包包跟衣服弄湿，很不舒服。日本现在推出了一种超可爱的点点雨伞套，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雨伞套的内侧布满了这种柔软的极细纤维，它能快速的吸附水分，而且吸水力超强，完全不必担心水会残留在伞套里。另外，它还有肩背带，收好伞后挂在肩膀上，非常轻松。両手が空くので、気兼ねなくお買い物に没頭できます。日本还有一种不怕强风的雨伞，它用两层伞布层叠缝制而成，虽然中间有缝隙，不过不用怕水会流进去，而且风会从这个缝隙中穿出去，大大减少雨伞开花的机会。伞布也是用坚固又柔软的光纤玻璃制成，即便是每秒风速高达15公尺的强风吹袭下，透明塑胶伞马上就被吹坏，一般雨伞也被吹得开花，它还是完好无缺，一点也没走样，超级厉害。